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大幅度的提高，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改变。传统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也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那现在独生子女的生育观又是怎么样的呢？这种观念又会引发出哪些生育问题呢？稍后孕育情报站为您精彩呈现。想要拥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与女性的输卵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是有些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对其细心呵护，进而导致不孕的惨剧发生。那在生活中，如果输卵管一旦发生病变，我们该如何治疗呢？孕育直通车邀请权威专家为您做详尽的解答。今天的孕育百科为广大育龄观众带来哪些孕育小常识呢？别走开，精彩马上开始。欢迎大家收看名医在线之孕育宝典。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育观从以前的多子多福进化到现在的优生优育。那么当下一些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又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孕育情报站。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这30年来，一些传统的生育观念已经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人对生儿育女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那么现在大家的生育观都是怎样的呢？就是婚后咱们打算什么时机要宝宝是比较成熟的呢？个人认为，我觉得在30岁左右。为什么？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太早了要宝宝，然后在工作呀或者是挺不方便的。然后我就想在30岁左右是一个挺好的时机。那你觉得呢？我觉得也就是结完婚以后大概就是做30之前吧，28、29这样的。因为结完婚以后就是大家都不成熟，而且就是说等到成熟了以后也有一些经济基础了，然后再要宝宝是比较好的，对宝宝也是负责任的。我觉得30岁左右吧。30岁？为什么呢？觉得那时候事业比较稳定了，然后也比较成熟了，也不至于太那什么。觉得婚后什么时机要孩子比较成熟？我感觉顺其自然吧，就是有就要，没有就等一等，不用也不要太想什么的，那样有压力。27、29左右吧。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要比较晚？因为现在像我们工作了之后稳定了之后都基本上就是这个年龄了。婚后怎么也得1、2年之后吧，那个有点经济条件之后，有点经济基础之后，不至于等到有了宝宝之后还比较那个觉得比较压力比较大什么的。那根据年龄来决定吧。看自己的年龄得多大，最好是婚后1、2年的呗。从接受采访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把事业有成看作是结婚生子的重要前提。可是很多女性并不知道，较晚生育不管是对母体还是对胎儿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女性的呢最佳生育年龄呢是24至29岁，这个呢是根据女性的生理特点、母婴健康以及优生优育这方面呢来讲的。女性呢这个时候呢她的生殖器官、骨骼以及呢高级神经系统呢已经呢发育成熟了，这时候女性呢这个生育啊特点，她那个生殖机能也比较旺盛，卵的质量也比较好，她那怀孕率比较高，是比方说流产呐、畸形啊，或痴呆呀、流产呐，这些几率呢发生的比较少。在这时候女性的卵产道伸展的比较好，子宫收缩也很好，难产呢就降低，这样的危害就小。再一个呢就是说女性啊怀孕期间超过35岁呢属于高龄产妇。这个高龄产妇啊她相对比较呢她卵的功能就不是很好，卵巢的机能慢慢她就减弱，然后卵的质量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啊她容易发生流产呢、畸形啊，另外呢她早产呢或者是胎盘早剥现象呢也很多。所以呢建议电视机前的女性呢应该呢计划好自己的生育计划，看看什么时间啊，就是说最好在24到29周岁这个期间呢计划生育，这是最好的最佳的年龄阶段。通过刚才专家的解答，我们了解了有关一些高龄产妇孕育宝宝的危害。那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大家要把握生育的最佳时机，这样才能孕育出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
我们这期孕育直通车的主题叫做输卵管与不孕。顾名思义啊，对不孕是由于输卵管疾病而引发的不孕。那我们针对这种疾病到底应该如何治疗呢？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哈尔滨协和不孕不育医院的快孕专家王占国主任，请他为我们观众就此问题做详尽性的解答。王占国主任医师，不孕症专家，哈尔滨协和不孕不育医院不孕症专家，三 G 快孕诊疗体系专家组成员，从医40余年，一直从事不孕不育和妇科方面的临床工作，擅长男女不孕不孕症治疗，尤其在输卵管性不孕、内分泌紊乱、月经不调、闭经、排卵障碍、心照流产、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症等引起的女性不孕症和男性弱经少经等男性不孕症临床治疗领域有极高的造诣，被患者尊称为送子观音。首先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演播室哈，今天说的内容呢是这个输卵管不通的这个内容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想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造成他这个病变不孕不育这个病变的原因都有哪些呢？输卵管的病变主要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输卵管不通，输卵管通而不畅，输卵管粘连，输卵管积水，输卵管上举，输卵管堵塞，输卵管肿物，以上一旦有一种情况发生，就能造成不孕不育。输卵管的病因很多，主要一小部分是由于输卵管的发育不良、子宫内膜移位症或者输卵管的息肉能引起输卵管性不孕，但是主要原因是输卵管炎症造成的。输卵管炎症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化脓性炎症，一个是结核性炎症。在临床上，有30%的原发性不孕症病人和80%的继发性不孕症病人是由于输卵管炎症造成的。输卵管炎症一旦发生，就能引起不孕不育。首先我说化脓性炎症啊，化脓性炎症呢是由于那个输卵管的化脓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啊。它呢由于分娩、流产、手术、炎症感染引起了那个输卵管的炎症发生。临近器官的炎症也能引起输卵管炎症发生，如阑尾炎、腹膜炎都能引起输卵管化脓性炎症。第二种呢就是结核性输卵管炎。结核性输卵管炎呢是由于肺结核、腹膜结核播散而来的。所以说输卵管的任何一种炎症都能导致不孕不育的发生。近几年来由于这个国人的性观念的开放，而且呢女性的在婚前性行为的发生，有使许多年轻女性感染上妇科的炎症。你比如像细菌性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支原体感染、盆腔炎和那附件炎，这些炎症都能引起女性的输卵管炎症。再就是女性年轻女性的人工流产的群体的大量增加，这就增加了输卵管炎症感染的率。如果输卵管感染，就会造成输卵管的炎症和输卵管堵塞、输卵管的积水、输卵管上举。以上这些原因都是造成输卵管不孕不育的表现原因。那其实电视之前很多人还不太明白哈，就是输卵管最终呢它造成炎症，它的诱发原因刚才老师已经说过了，那什么样的症状能表现出来呢？可以自己觉察到吗？还是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呢？轻度的症状吧，它是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下腹痛。下腹痛吧，它那种腹痛呢不是像脊腹症那种疼痛那么剧烈，它是隐痛、坐痛、腰底部酸痛、胀，而且呢就是表现的那个膀胱直肠的充盈痛和膀胱直肠的排空痛。第二个呢就是月经不调。如果是输卵管呢和那个卵巢是临近器官，如果轻度的输卵管炎没有感染到那个卵巢，它呢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不明显的症状。
当你那个输卵管炎症重了以后，对卵巢的功能造成影响了，造成损害了，就产生月经不调。它主要表现为月经期验那个提前或者验长，或者呢月经量增多，和那个腹部不适，很一系列的炎症表现。第三个呢，就是导致她不孕，不孕呢就输卵管堵塞以后导致了是不孕不育。第四个呢就有痛经。痛经是怎么的？她的痛经和一般的痛经呢它不一样，她呢就是在月经来潮之前一周就开始肚子疼，而且呢在经期以前不是一周就开始疼吗？越临近经期越重，直到来月经来潮。那患上输卵管这个不通或者炎症的这种情况的患者，您对他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患上输卵管炎症或者不通粘连的这样的患者，我建议呢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去检查，而且呢要用先进的仪器进行全面检测，不要轻易到一些小的那个私人诊所啊或者小的地方医院去检查，以免延误了你的最佳治疗时间。那这里还想替电视机前广大这个输卵管不通的一个患者来问一句哈，就是如果说他就医的话，这个就医的时候大约医生都有哪些方法来帮他诊治这种疾病呢？有很多的方法啊，一个呢要做彩超，做彩超看你那个子宫发育情况啊，输卵管的情况，卵泡情况，内膜情况，通过综合输卵管的看输卵管周围有没有茅草啊，输卵管的那个盆腔里有没有积液，如果盆腔积液超过了，一般正常盆腔积液是0.5毫升的积液，如果超过0.5毫升的积液，那就提示你盆腔有炎症了。盆腔的炎症就能造成输卵管的阻塞粘连。这都是轻度的。那除了这种诊疗方法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很多的诊疗方法，你要是输卵管如果轻度的炎症，轻度的不孕，可以先用一些中药啊调理，做一些物理治疗，你比如说咱那个超短波啊，中药啊，热疗啊，中药的离子导入啊，针灸啊，用中医中药进行活血化瘀的治疗，这时候轻度的粘连输卵管就能开了。如果是你重度的输卵管粘连，这时候吧你用简单的物理治疗啊，或简单的进行中药中医中药的活血化瘀治疗，这时候就很难了。这时候我们医院呢有一种就是黑泥鳅那个导丝智能技术，这时候吧它能全面了解你的子宫情况，卵巢的情况，完了子宫内膜的情况，盆腔里的情况，输卵管内外的情况，如果输卵管有粘连，我们可以用智能的黑泥鳅导丝给你给导开，这时候你输卵管通畅了，精子和卵子能结合，不就能怀孕宝宝了吗？大致了解您的这个方法哈。那您经历过很多过这样的患者了是吧？那对这样的患者呢，到您的所在医院去就医的时候，您感觉用您的方法这个特色在哪儿呢？用的是综合调理，中西医结合的综合调理，从你那个全面的系统的检查开始，针对患者不同的病情和不同的身体状况进行分别的进行治疗，你是针对你的病情进行对症治疗，而不是说你每个人都千篇一律的都用一种方法。如果你要轻度的话，我不跟他说了吗？轻度的咱们可以用物理治疗，用中医中药的内分泌调节治疗，这时候吧你的那个很快你的卵泡长起来了，而且你月经就正常了，排卵正常了，就可以怀上宝宝了。如果你检查的时候看你输卵管堵塞得很厉害，而且你有积水了，输卵管积水就说明你输卵管的功能已经有障碍了，它的弹性就不好了，它的蠕动功能，输卵管的失卵功能就已经有丧失的能力了。所以说呢堵塞得挺厉害，它平常的进行简单的物理治疗，咱们用物理治疗呢可以消除它的水肿
消除它轻度的粘连，但是你重度粘连堵塞了，你用物理治疗它就效果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用美国黑泥鳅智能导丝技术，从宫腔到输卵管，这时候呢，在腹腔镜监测下，看你的盆腔的有粘连的，给你分离粘连；输卵管堵塞的，给你通输卵管。如果输那个卵巢有问题的，或者输卵管跟盆腔其他组织有粘连的，咱们都给它分离。这时候进行全面的治疗以后，就保证了你的输卵管的通畅度。输卵管通畅以后，她的那个怀孕机会就多了。嗯嗯，感谢王主任精彩详尽的解答。如果电视机前的不孕不育患者有哪些孕育的疑问和困惑，都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电话和我们的快孕专家取得联系。现在进入下一个板块，孕育百科。来自大庆的朱女士提问：您好，我自然流产了两次，一次是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另一次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医生说我这是习惯性流产了，要养好了身体再要孩子。请问一下，习惯性流产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前三个月不要吃热性的食物，以及呢容易引起流产的食物，比如说桂圆啊、薏米啊、螃蟹等等，应该多吃鱼类、肉类、蛋类、豆制品等等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和富含那个多种维生素的新鲜蔬菜，以保证身体的营养供给，以利于身体的康复。不要吃辛辣食物。输卵管粘连是导致女性不孕的常见原因。对于输卵管粘连的治疗，除了需要医生精湛的技术之外，也需要患者的积极配合。其中，恰当的饮食就是关键的一部分。输卵管粘连多是因为炎症引起，如果此时再摄入刺激性食物，会加重粘连情况，所以饮食要尽量以清淡为主。一、多食新鲜蔬果，可满足每日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A、C 以及钙质和铁等。二、豆类食品含有大量容易消化的蛋白质、维生素 B、维生素 C、铁和钙质。黄豆芽和绿豆芽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三、每天加食1到2个鸡蛋，蛋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及其他维生素。四、每日补充鲜奶，每日主食的摄入富含维生素 B 和微量元素的粗食要多吃。五、肉类、鱼类富含大量的蛋白质，海带、紫菜、海米等海产品可以保证碘的摄入量。我们都是协和宝宝，我们都是协和宝宝，我们都是协和宝宝。希望不孕不育患者通过3G快孕诊疗体系，快速找到病因，快速解除病灶，能够早日快速自然地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健康宝宝。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名医在线之孕育宝典》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